HDMI 线有多个版本，比如 1.0、1.1、2.0、2.1 等等。现在我们常见的是 1.4、2.0 和 2.1，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最新的 HDMI 线是向下兼容的。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带宽不同， HDMI 1.4 的带宽为 10.2 Gbps， 最高支持 4K 30帧的影片，但不支持 4K 60帧。 HDMI 2.0 则支持 4K 60帧，并且最高支持32个声道的音频，而 HDMI 2.1 的带宽为 48 Gbps， 支持 8K 或者 4K 120帧的影片，让你在观看体育或动作片时获得更好的画质。如果你的设备支持 HDMI 2.1 接口，我建议选择 HDMI 2.1 的线缆，以获得更好的性能和体验。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不要忘记点赞分享，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下期见。